他的少年，他的那个小孩时期，少年、青少年跟少年时期，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回忆。今天我们请他，让我们讲一下，还是一下，让我们共享他的温馨的回忆。谢谢。谢谢这个荣光会的邀请，我是1925年生的，那么对我家庭来讲呢，抗战开始实际上是1月2号开始，是民国21年，1月2号，那么请把第一张那个照片有没有？第一张。出来了吧，那么那个时候也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外公啊，鲍玄昌，他这个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，他那个时候就两件事情发生，一个是他的坟墓，这个上面就出来了，有没有啊？坟墓。好，第二张是这个，他的名字叫鲍玄昌，这里面两个人，一个是我的表弟，一个是表妹。好，第三张这个里面有我母亲在里面。第四张，1月8的有一个流弹把他的这个坟墓啊打破了。那么同时呢，他所创办的这个商务印书馆也被日本人一部分烧掉了。下面一张。那么烧掉是什么缘故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商务印书馆印出许多抗日的书籍跟杂志，这日本人当然是很恨。那么还有一样大家不大知道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底下一张，因为这抗日印书馆开头的一个，它一个资本呢是有国际性的，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。这张那个照片上就有两个西方的人，是哪一国我现在不清楚，可能美国人也可能英国人。那么同时啊，还有一种那个时候开头是日本人的股票在里面的，那么商务印书馆就想办法把日本的股票把它退出来，这日本人怀恨在心。那么好，那么1月28的时候，我就从上海到南京去了。在南京，那么那个我记得，那个时候我们准备要逃难了，因为我们以为日本人打到上海，然后就会打到南京来，所以我们准备逃难。可是后来日本人没有来，就是1月28。那么我的记忆是什么？就是在南京那个时候，我看到有学生啊，在南京这个抗议这个日本人，要坚持要政府打仗。在那个时候，政府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人不能打，这是1月28。然后呢？这个到这个八一三，八一三有日本人从深
打卢沟桥了，然后就是到上海打。那么国军跟他拼命打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打得很好。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头上的三个月我们很高兴，你看这下子中国人起来了。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，当然没有，就没有到后来是很相当艰苦的。那么三个月以后啊，很可惜啊，中国的最好的军队那个时候已经消失了，所以这个日本人把上海打下来以后，很快就往南京跑，到南京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还有我父亲所领导的京东大学就要搬家，坐这个轮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大家要跑到南京下关去坐轮船。那么有一样不正常的事情呢，你大家要骑到那个轮船上去，大家都要上去。那么那个时候维持秩序的人是什么呢？英国兵。那个轮船，泰国轮船是英国船。那么还有一样不正常但是很有兴趣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上完船以后，船上有四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、四等。但是它不是叫在那个时候不是叫一等二等或者头等二等，它是叫什么呢？它是叫大餐厅，大菜厅，大菜厅就是头等，官舱二等，房舱三等，通舱就是大家一间大的房子里面很多人。这个是我说是不正常的，很有趣。怎么叫大餐街呢？那个时候西餐就是吃大菜，就头等的人就是吃大菜的，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到武汉，到了汉口，到了汉口以为我们可以住下来至少三个月吧，但是后来日本来了，越来越走进来的快，我们又赶快从汉口再搬家，一直到重庆和成都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有许多大学都往内地搬，有三有名的大学，清华、南开跟这个北大，是搬到昆明。那么有金陵、金女大、齐鲁，还有中央大学的这个医学院搬到成都，搬到成都就是这个，然后到了华西坝，这个华西坝这个，你看这个有一个院子，这个华西坝的环境很好。那是还有一个大学，就是中央大学，搬到重庆的沙坪坝。底下一张，这个一个美国人，那时候有几个美国教授也是，大部分也搬到成都去了。我们有一个教授叫贝茨。他留在南京。那么后来这张照片是福凯教授，他就是他的太太就是赛珍珠，本来是英文的教授，英文教授，然后后来他们离婚了。那么他这个旁边这个是还有第二个妻子就是是一个中国人。底下一张这是一个中国教授，是单教授，全家照片。
那么那时候还有一样回忆的，就是抗战的时候，大家差不多要天天要唱这个抗战歌。那个时候，大家最喜欢唱那个歌是什么歌呢？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后来没有想到，这个后来变成一个大陆的国歌了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我们记得很清楚。那么底下一张有一个房子，第二张这个房子，是我家在成都的家。这个房子结果给日本人炸坏，底下一张，真是炸坏。那我们幸亏好啊。我在那个我家里面的人只有一个人受轻伤，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院子里面，没有被打伤。今天能够来跟大家见面，很高兴。最后几位，好像是 miracle。那么我现在是不是时间已经超过了？我就把。那么，然后底下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超级空中堡垒，叫 B-29 造好了以后就到成都啊，也造了许多飞机场。那么那个时候有美国兵呢，有英国兵呢，都到华西坝来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么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念书了。那么大学生很多都去做这个翻译的工作，我也是参加在里面，我也是跟这个美军做了一点事情。好，最后抗战完了，我也觉得能够做到这个空军的运输机，就是一个美国的。C-46 这个飞机飞回南京，结束了抗战。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陈教授的莅临，谢谢，请就坐啊，欢迎。那再次给陈教授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刚刚我稍微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个资讯啊，是其实对我们的民国史之后很有研究的赵校长，他只是声音，他现在讲话声音哑了，他给我了一些资讯啊，要我补充报告一下。陈教授，如果说我讲的不对的话，他是在南京市这会长，然后还是我们陈锡帆的老师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我们有人非常了解你，陈锡帆的老师，还有我们这个对历史很有研究的赵校长，他还有你还是吴国桢的外甥女婿，是不是？年轻没有关系，也差距不远，来。OK， 这样子哈，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。今天呢，大家你看看，高朋满座，450个人，我们呢450个人，这个现象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。一则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二则端午节，三则是我们这个夏季活动，还有一点我们刚刚会长跟处长都有报告，明天呢还是父亲节。对这个父亲节呢，我就有一点感想，我就不像带那个陈教授讲抗日战争史，我讲父亲节。这个母亲节啊，全世界早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庆祝了。这个父亲节呢，奇怪，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就是说，中国人的父亲节也没人聊你，买个外国人的父亲节也没人聊你，对不对？那我
讲一个笑话，在吃饭之前帮助消化，其实是有一个现实。有一个父亲啊，下班回家满头大汗，一回到家的时候门一开，三个小孩子看电视的看电视，打电脑的打电脑，玩 iPad 的玩 iPad， 没人一个人跟他说爸爸你辛苦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他老婆讲说，老公你回来了。他心里想，总算有一些安慰了，你看毕竟还是一家之主，还是我老婆认识我。接着他老婆就讲，你是全家最听话的，到巷口去帮我买一瓶酱油来。自认全家最听话的爸爸，我们不是最伟大的一定是妈妈，但是最听话的一定是爸爸。最听话的爸爸请举手，你等下就可以多吃一点了。处长你不要一直在这边笑，据我的观察，如果说不错的话，你应该也是最听话的爸爸。对，待会儿哈，就请最听话的爸爸多吃一点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因为我们今天呢准备了450人，我在这边呢先跟各位一鞠躬。为什么呢？我要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跟我们配合一下，因为这个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桌子都摆满，我们这个流动量啊是有一点问题。如果大家一窝蜂的去弄菜的话，今天那个菜，如果说乔维斯，我们还是请一委员准备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准备的非常的丰盛，绝对够吃，大家不要急。我们现在因为你这个流动量不把它控制好的话，那到时候一团乱。所以我拜托各位，我们现在是怎样，一桌一桌的，大家都有的吃。大家好，我们的系列活动一开始在这边之前呢，那个会长，我受重阳会还有应该是美术协会要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你非可能两度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他们也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那边还做了一个那个海报，然后呢他们想你有空的时候跟他们过去合照一张好不好。他谢谢你们邀请他们，那他那边也有很多的一些简报资料。待会儿更重要的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会放一个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 mega， 因为你一面吃你要 pay attention 这个纪录片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副会长要主持这个有奖征答，那就是题库，所以大家去看，因为是不是都从那里面出来的？我不是泄题哦，但是据可靠的消息，应该都是从那边。那今天我们待会儿，我们有这个有奖征答，待会儿一面吃饭一面看这个题库。还有呢，我们等下重阳合唱团还要给我们表演两首爱国歌曲。最后，在吃饭之前，我请各位给你们自己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你们今天来参与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大家。现在讲到重点了，我们要吃饭。今天我们改不是一排一排，我们改一桌一桌的。我们这两个有纠察队，是乔维志跟叶俊图，对不对？还有林立跟张海，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，我们就对日抗战采取包围战术，全部的人都不能到那边去，要不然现场会很乱啊。所以说前面两个我们一桌一桌的好不好？哪一桌开始？来，你来，从最远的远道先来，来，这个没有到的就请你在这边稍安勿躁，坐在那边等一下。那先从这边开始好了，好吧？一桌一桌，因为请大家体谅，请大家合作，因为今天呢、这种现象是好久都没过来了。如果说最听话的爸爸，你们好好的吃一下哈。今天我们有很多韩华的朋友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